嗨，朋友们，早安！现在时间是早上6:10。啊，这个铜锣科学园区，没什么人。昨天晚上风蛮大的，但只是对面不知道有没有听得见，有这个冷却水塔的声音一整晚。算是一种小小的噪音。好了，早点起来，今天早上不打算开煮，我们要去铜锣吃蛋饼，有名的蛋饼。好，先收我的装备，这是我的新的睡垫 ，See to submit， 还不错，可以，可以，好，收。收好了。早，小张早。哦，风飞沙足重的，鞋仔拢土，昨那足风台咧，嘿。铜锣自行车道往通霄圳头里，往虎头坎挑岩古道，苗八十二线。
怎么做风台咧？啊，不是透风哦。嘿啊。早上起来泡杯手冲咖啡。哇，这豆子放超久了。不要紧，我看有树呐。对吧？天色有一点改变，阴阴的。我们呢不煮餐了，不煮早餐了，要去铜锣吃有名的什么蛋饼啊？铜锣蛋饼。铜锣蛋饼啊，好，打包。哎，要不旁边有一个车厢。哎，你安尼去环岛，逐天安尼收十点无？环岛哦，嘛是爱两天一次啦。没有，我今天我收比较慢，今天可能来不知道，不然以前收很快，因为有一些东西有换就会不太顺手。群组通话。我来讲一点。五。继续讲。乘客启动。这里刚好是铜锣跟通宵的交界啊，我们从园区下来，要去铜锣吃蛋饼。吃完之后呢，再爬原路回去，去通宵。今天的行程应该是通宵海水浴场跟秋茂园。我们刚才在那边聊，要不要来一个挑战，在秋茂园里面露营啊？晚上很刺激哦，各种雕像，晚上看起来应该非常有感。红绿灯对面右手边，好。铜锣蛋饼，加点包啊！好啊，好。你几乎？这个先截掉啊，这里没有蛋饼，你排队点。啊，也是上次的，也是带你们去吃那个煎包啊。哦，煎包。好了。O O N 是中午还是卖到下午哈？中午啊。中午。五三六九天吗？天要近哦。三个加纳多少钱？九十。没喽。哎，这是煎包哎。你们卖到几点？卖十一点。十一点了。好，谢谢。哦，加。哦哦哦。哇。Oh my seven。享受当地铜锣美食，锅贴、蛋饼、煎包，哇，这才是享受。先吃什么呢？先吃锅贴。都可以。锅贴，礼拜哦。嗯。打起来说不脆。嗯。全铜锣的人都来买他的蛋饼。无啦，无一定啦，哎，有诶，足侪外地蛋啊。五颗35啊，不很咸啊，我也觉得那个酱油很咸，还好。这应该有姜啊，那个味道还有高丽菜很咸。嗯，哦，嗯，这个是煎包，来，它就有一个香气。你不用啊，哎，二送二，哦，买二送二，假日。那你台湾搞得外省吼？就没有那种人家大陆那种，好像有直接跑到无人区。没啦，我们这里都没有无人区，然后动不动无人区，大西洋你买无人区，新疆买无人区。无人区是走台东那边而已。嗯，这证明了袂歹，唔但是上油，你好食是安尼，食起来足香。嫩嫩的。嫩嫩嫩的。啊，蛋又有蛋香。嗯。蛋很香，对。因为我觉得这个叫蛋饼，蛋饼。饼也要有那种面粉酱，有的都没有味道。嗯，
然后蛋的味道也不一样。这皮包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？自己做的、啊，是自己擀的。嗯，哎呀、啊，我咧过马路没有跟你冲过来哦，拢无咧跟你减速的，好勇敢。少年老张只害怕低速打车。哦，哇，宝树堂，哇。这是恁老家哈？这是我爸因边那边社家租地啊。哦。谢家祖地啊，所以变成以前我阿姑，伊个孙甲租起厝，我阿公阿妈哇，家养老。哇，有沙发，好久没有坐沙发。这啥？哇，这是酸啊，还是肠啊？我比较荤呢。肠啊。肠啊，酸辣空心的，哦，酸辣空心的，酸辣饼的，哦，酸辣，哦，一直搞温开，哦，这样就好了，嗯，冲蛋啊，哇，对啊，对啊，对，你不要，喝啊，晚上煮个冲蛋嘛，对，喝，嗯，这会咸哦，切一盖切侪目睭会咸目睭哦，嘿嘿嘿，主要挂目镜啊，看看我怎么戴的嘞。那要来加卤鸭卖一下，对吧？叫我到时那边，叫人家扫扫，请客立正站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啊，这泡不烫，空泡不烫。很多啊，嘿嘿。啊，浇就无寒咧嘛，遮清幽。啊，这就是那种仙人掌类的，不用多浇水就很会活。还剩少啊！嘿哦，哇，感觉不用买菜。啊，加有当时啊，冇迄个食腐来，今早就是订食腐订来，我啊。香草的。哎呀，这是什么香草类的吼？薄荷吧，薄荷吧。薄荷。嗯。对吗？有。有。哇，香味很浓。薄荷。嗯。哇，好香哦！嗯，哦，哦，这个好香。这是今年第一期稻作。嗯，中北部的第一期啊。对。南部、东部应该就我感觉别加管了。哦。另外家感觉都没有什么人车哈。哦，所以我们先经过通宵了。现在跟着天翔跟老张，我们来通宵市集。我要来买晚上做烧酒虾的材料，就是虾子。现在已经快十点了，应该还有得买。我最喜欢逛这种传统市集了，很有趣。是不是要买姜？这里不知道有没有姜，卖菜的应该有姜。有没有姜？哦，那么大包。今晚要几张啊？要直接叫你来。我们要炒烧酒虾。那你要买什么？要老的还要嫩的？还要挂到老？应该老的吧？挂掉啊！挂掉买就切。啊，好好好，这个好了。这个。嘿嘿嘿，都一样吧？嘿。25块。二十五块，我付了，我付了，你付。嘿，我要煮的，好。来，给拿着做虾，还要加个枕头啊！谢谢，谢谢。我们都吃什么虾比较好？白虾啊。啊？半白虾。白虾就好了。好，白虾来了。半颗可以吗？半颗的。哎呀，那有半颗。半颗的可以算20块。哎呀，你也没有吃那么多了。哦。这个。来，谢谢这个。这样，等等，先。来，感谢。好。
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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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两处理有冇个吹大家着？会得上哦？我当会上嘞。嘿，袂啦，袂啦，袂上啦，嘿，这款的今日咩袂啦？真的，这袂上。嗯。三个啊。哦，这是收这啊。收这啊咯。啊。收这啊。有没有白虾？哎，只有冻的哦。冻的。哎，冷冻的，冷冻的那一种。好，好，好，那多重？我们三个人要吃晚餐，不会太多吧？大只的话就没有很多，那就大只好了，别选这了。啊，这可以可以可以，我看看。大只没有很多，大只的重量一样吧？这个350，这个300，两种是不同。哦，这个哦，这好大只哎，啊这个。这小一号，小一号，小一号的300而已，超五十块。我看大只的，大只的，我一定要这么做一路。看看那样，哦，大只的。烤焗烤这种就，我要炒烧酒虾。烧酒虾。边吃在煮的啊，无就。这多就是，接了接了，最后后，后最后，350嘛啊。350。你先帮我装进去。装进去。就放进去就可以了。来，谢谢，哦，谢谢，拜拜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维文，江维文，江维文，你入境了，江维文，啊，你要不要？我要去秋茂园。我们这件很好吃，是什么？看 YouTube 的，啊，真的、啊。他现在不快哦，吃饱吃饱啊！什么？哎呦！太好了！哎呀！哦，不用不用，都给你。谢谢谢谢。我们昨天在什么地方啊？在铜锣科学园区野营。啊，你等一下回家、啊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有一天我朋友铜锣人啊，然后带我们来这里啊。那个妈祖庙前面的那个煎包很好吃，你们去吗？吃的都是。好吃好吃好吃。里面还有一间面店也好吃。市场来来回回走了两趟，要买猪排骨跟猪脚肉，结果阿婆跟我们说清明节没有杀猪，休四五天，没有猪肉。不怪全年嘛，不？哎呀，不怪呀，今天没有杀。对呀、啊，刚刚有说清明不杀猪。我们都是用机器、嗯。哦，好了，有就好了。这边的半斤、一斤、一斤。刚刚做我顶下出水，两卡顶下，风放如水卡，你是没？啊，半斤啊，上只上只半斤啊。终于找到了。好了，该买的都买了，买了排骨，买了白虾，买了一堆不知道什么。往秋茂园出发，左转。行驶300公尺后，向右转进入中山路。秋茂园，哎，白鸭拢褪色啊！入口处，该不会要收门票吧？门票是免的，有你看车，我车是袂歹的。哇，车子没有办法进去的，哎，有哎，可以进去啊，先门口停一下。哦，这晚上露营真的很有趣哦，嘿嘿嘿。开放到5点。哎、欸，阿伯，加应该加2。哇，加一个。呵呵，加赢大哦，加袂歹。
可能会管哦，可能来 Google 一下，看有人在这边录哦。哦，加加凉呢。我住有我住大馆。啊，我们这个人只要到点就结束了。啊。进工作嘛，进房间。对啊，你无感觉这气感未输？台湾民俗故事。无，我是讲这间，咱只要坐这间，未输咧摆菜林台。嗯哼。好了，这个。秋茂园看起来晚上不开放，我们还是遵守当场现场人员现场的规定。但没过通宵也是的，一场先起哩。有啊，因为爱嘛，现在水水秋茂园露营残念，往通宵海水浴场看看。通宵海水浴场看到了，欢迎光临。对，通宵电厂，我家风马家头，先右转。哎，哪里几家？快点，海水浴场要到了，再进来再左右手边了。哦。你要跟着导航呢？啊，五点准时关门呢。五点准时关门，意思就是五点要离场。哈，哦，拢无人诶。对啊，门口拢无人啊。啊，关门也没关系啊。车哎、欸，通宵海水浴场 A 二，厕所哎、欸，A 十一这个是营位呢、欸。哎，朋友们，我们现在人在通宵海水浴场，很可惜啊，这边夏天有开放的时候应该是可以露营，现在我们打电话联络入口处的管理陈先生，他说要跟镇公所登记啊，现在是连假嘛，没有人接听，不然很可惜啊。这里你看，希望以后可以有机会来这边露营。今天呢，就这边坐着休息乘凉，晚一点去天祥的老家。啊。哎呀，你家是讲哦，啊唔惊讲，因为即阵啊春天到啊，开始有鸟会出来啊。有蛇、哦。哎呀，你叫恁家应该较注意。啊，袂啦，迄有人伊啊奈来。是惊讲你物件两厘米啦。哦，两厘米。两厘米。还是瑞明的风格。天祥送给我的椅子，我的椅子被我坐坏了。无缝接轨。椅子刚好卡损，不，哎，头啊，他就撑住了呢。他这个是最高还是最低？最低。最低哦。所以还可以更高、哦，最高，那可以到多高、哦？对，对对是。哦，大家给他做做看，最高会怎么样？其实高椅坐起来比较舒服。坐起来就袂舒服，哎呦，爱用迄个啥，用迄个阿吉迄个桌有无？嘿，第一桌高度跟大床椅差不多高、啊。这么高级的椅子，天祥竟然说不好坐。说他会滑下去，
好，还有枕头、靠枕，哦，这管道应该就三层，哎，跟昨天比起来，应该觉得小了。我是觉得不用靠枕，哦，这个也舒服啦。我看这个可以翘腿了，哦。哦，太舒服了，好吧，我们休息到三点。我不来啦，今天我来，我不来，来，一人一半。我都去酒店喝啊，我给他一个。完了的话，我又不是没有的喝。嗯，好，哦，咖啡，咖啡，乘凉，杜启斌。配茶多好啦，哎，应该贴。嗯。杜吉平，杜吉平长这样，一口一个。嗯。豆仔。嗯。